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玛嘎瓦多阿布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士玛嘎瓦多阿布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士阿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结束了对缘起的学习。缘起就是诸因诸缘而生起的意思。佛陀讲缘起，主要是讲生命的起因、生命的来源、生命的集起。但是呢，当佛陀在讲到因为有了因才会有缘的生起之后，同时佛陀也讲了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生命的超越、生死的出离、轮回的断尽、烦恼的根除。所以我们在讲到缘起的原则的时候呢，佛陀就这样讲：因妈斯明萨第一当欧地，因妈苏巴达一当乌巴加地，因妈斯明阿萨第一当那欧地，因妈斯尼。你罗达一当你住你住家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为有了因，有了种种的缘，所以会有果的升起。因为因缘的升起，会有果的升起。当这些因被灭尽的时候，那果自然就没有了。当果因没有了，自然果也没有了，所以他们是一种因果的关系。那如何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出离呢？能够得到生死的解脱呢？根据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原则，我们如果是断除了导致轮回、导致生死之根，那自然就不会再有轮回。那生死的根是什么？生死的根就是无明，由无明的无余离贪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整个苦运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禅修者断除了无明，那他自然不会再去造作了行，就是不会造作，或者说那个时候已经不会有浮行、非浮行、不动行的造作了。由于没有了行，自然就没有了识，不会再结生，然后就没有名色、没有六处等等，如是呢，整个生死就得到了解脱，得到了出离。那讲到生死的出离，也就是烦恼的断尽，那这个呢，我们就属于第四种究竟法，即涅槃。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了三种究竟法，即色法、心法、心所法。色法、心法、心所法都称为有为法，而涅槃属于无为法。讲到涅槃，那涅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涅槃的巴利叫做 Nibbana， 它源于动词 Nibbadi，
意思是火被熄灭了或者消尽了。涅槃的梵语为 Nirvana， 即 Nir 再加 Vana。 若从此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则是作为 Vana 就是爱欲的 Nir， Nir 就是没有无或者离，也就是在长部注里面从此言学来解释，达多瓦那多你看当地你巴囊，从彼爱欲中出离为涅槃。所以由于已经出离了涅槃，已经没有了出离了爱欲，出离了种种的爱欲的之灵，所以称为涅槃。那在经典里面呢，用字面来定义，例如在相应部的六处品，当时有个变形外道，就他的名字叫做吃占卜果子，问巨兽沙利子说，玄有沙利子，所谓涅槃涅槃，玄有什么才是涅槃呢？沙利子尊者就回答说，贤有贪尽嗔尽痴尽，自称为涅槃，也就是贪嗔痴的完全的灭尽断尽，称为涅槃。如果我们把涅槃来进行分类呢，那么涅槃只有一种，即无为的不死界为涅槃。如果依一个禅修者正德的涅槃来说呢，它又可以分为两种涅槃，一种呢是有余涅槃界，萨乌巴迪塞瑟尼巴纳达度，烦恼的完全的寂灭就称为有余涅槃界，还有另外一种是无余涅槃界，阿努巴迪塞瑟你巴那他都，就诸蕴的完全灭尽。那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界这两种讲到的余是什么意思呢？余就是乌巴迪塞萨，就是剩余的，这里的剩余就是说还残存有这一堆五蕴，还残留有名色法。然而当一个禅修者的烦恼完全被断尽了断除了，这个时候由于烦恼被断除了，他不会再造作生死之因，然而由于过去生所造之业带来的果报仍然残存在现在，所以一个漏尽者，当他的烦恼已经被断除了断尽了，然而还有过去生所造的五蕴生，这个果报生还在，那个时候他还能够体验到的是夜生色，他有夜生色的升起跟还有果报明法的升起，那这个时候称为还有剩余的这一堆五蕴的生，但是由于烦恼已经被灭尽了，所以有余涅槃界是属于烦恼的灭尽，这里的涅槃是特指烦恼的断除，烦恼的灭。当一位漏尽者的这一个色身，这一个五蕴身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他年老已经死了，那这个时候呢，由于剩余的这一堆五蕴都已经完全的寂灭了，完全的灭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称这一位漏尽者为无，他是说到达了无余涅槃界。例如我们以我们的佛陀为例子，当菩萨在摩德嘎亚的菩提树下禅坐的时候，在根据上座部的传统，在五月的月圆日那一天的凌晨之后夜时分，我们的菩萨证悟了
阿拉汉道果跟连同一切之智。那这个时候由于菩萨所升起的阿拉汉道智断除了一切的烦恼，从那个那一刹那开始，菩萨的烦恼完全被断除了。而又从那一刹那开始，我们的菩萨就称为佛陀布特。因为什么我们的佛陀在那个时候他不能够称为无依涅槃界呢？因为烦恼的断除，但是他还有这一堆五蕴身，他还必须得继续支持他走他剩下的45年的路。但是在那一刻，由于升起的阿拉汉道智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了，而阿拉汉道智跟阿拉汉道智一起升起的就是一切之智。由于佛陀只有全自觉的佛陀才能够有一切之智，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佛陀就叫做三骂三不透，就是三妙三佛陀，或者称为全自觉智。当菩萨证得了佛陀，那个时候他也称为阿拉汉，因为他的烦恼已经被断除了，所以他也称为阿拉汉，也称为漏尽智。然后由于在过去生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造的业，他在从毒气达天投生来当时的令生业，还使他必须得在他的最后一生活80年。也就是我们的菩萨在35岁成了佛，有剩下的45年，这45年期间呢，由于他还有这残留的五蕴身，所以这个称为有，他那个时候由于烦恼断尽的，烦恼断尽只是属于涅槃，但是还有残余的五蕴，所以就称为有余涅槃。那等我们的佛陀在80岁那一年，他走到了生命跟轮回的最终点，在古西那拉的沙拉松树下面右侧而卧。根据上座部的传统，那一年也是阳历5月的月圆日，我们的佛陀就入般涅槃了。由于入般涅槃，那个时候他的过去所造的果报身都已经灭尽了，也就是当我们的佛陀的死心升起的时候，他的业生色全部也灭尽了，他的以前的果报心全部也灭尽了，因此诸蕴都完全寂灭，成为无余涅槃。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有余涅槃称为烦恼的灭尽，比勒瑟巴利尼巴呢，而无余涅槃我们可以称为诸蕴的灭尽，即堪德巴利尼巴呢。那如果依一个禅修者在修观而证得涅槃，依证悟涅槃之门来说呢，涅槃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空生压的，由于涅槃是贪嗔痴的空无没有，所以称为空，或者又称为无相阿尼米的。由于涅槃毫无贪嗔之相，或者它毫无一切有为法之相，我们不能够说涅槃是有生相、有住相、有灭相，也不能够说它是有存在，所以涅槃为无相，或者又称涅槃为无厌阿般尼希的。由于涅槃完全没有贪嗔痴的渴望，也因为它毫无可爱之欲，所以也称为无厌。如果一个禅修者在修无我随观的时候证悟涅槃，那他证悟的是空涅槃。如果一位禅修者在观无常的时候证悟涅槃，那他证悟的是无相涅槃，就依无相门而证悟涅槃。如果一个禅修者在观苦的时候证悟涅槃，那么他是依无厌门而证悟涅槃的。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那讲到了涅槃之后呢，我们再接着来讲，到底要如何才能够证悟涅槃呢？证悟涅槃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方法，一定的途径。那这条途径呢，到底是什么？在相应部的六处品当中，怎么样？有那当时的那一位的持瞻部子、持瞻部国子的变形子，他问沙利子尊者说：“贤有哪些道度、哪些行道能证悟该涅槃呢？”因为之前说到了有涅槃，是贪的灭尽、嗔的灭尽、痴的灭尽，这称为涅槃。那如果有了涅槃，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修行才能证悟自主涅槃呢？沙利子尊者就回答说：“贤友，只有这八支圣道，也即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贤友，这道路、这行道才能证悟涅槃。”就是在相应部第四相应的第314经跟333经里面说到的。那对于这八支圣道呢，在中部第44经的有的小智解经里面，又把这八支圣道又归纳为三句，就是三法。这部经里面讲到，贤有毗沙卡，并非八支圣道包摄三句，贤有毗沙卡乃是三句包摄八支圣道。贤有毗沙卡，正语、正业、正念这三这些法包摄于戒句中，正精进、正念与正定这些法包摄于定句中，正见和正思维这些法包摄于慧句中。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把三句就是三类的修学方法、修行方法，并不是说八圣道可以包括了这三类的修学方法，而是由三类的修学方法包摄了、包括了八支圣道。在这八支圣道当中，其中的正见、正思维、这还有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其中的正见和正思维属于哪一学？属于慧学。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学。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属于定学。因为八支圣道它可以分为两种行道，一种是世间行道，一种是出世间行道。出世间的八圣道，世间的八圣道呢，就是对于正见来说，就是要有业果智，它也包括了禅那的正见，也包括了修观智的正见。而正思维就是把心投入于修观，或投入于禅修的所缘。正语、正业、正命呢，就是持戒、离不正当的语言跟行为，还有离不正当的谋生方式。正精进就是致力于断除种种的不善，令不善不生，而致力于培育诸善。正念呢，就是把心念投入于身受心法。正定就是培养四种禅那，或者说如果把四种无世界定包括在第四禅里面，也就是说培养八种定。这是属于世间的定，世间的八圣道。出世间的八圣道呢，就是正见，就是如实的知见四圣谛；正思维就是把心投入于四圣谛，或者把心投入于涅槃。而在圣道心里面呢，正语、正业、正命是同时具足的。在圣道心里面的精进心所属于精进，正精进；念心所属于正念，而一境性心所属于正定。那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圣道。
戒定慧这三学应当要如何来修行呢？这戒定慧三学它是一种次第的关系，正如佛陀在长部第十六经大般涅槃经里边很多次的重复的强调说，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以便修戒能获得定之大果报大功德，以便修定能获得慧之大果报大功德，以便修慧能使心完全的从诸漏中解脱，也就是欲漏、有漏、无明漏。这里讲到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已经完全的修习了戒，那他能够将能够以此为基础而获得了定，就是有大果报大功德的定，而透过了完全的修习定，他能够以此为基础而能够修习有大果报大功德的慧，而透过完全的修习慧，将能够使心完全的从一切的烦恼当中解脱。这些烦恼即欲漏、有漏、无明漏。对于见漏来说呢，在初道的时候断除；对于欲漏来说呢，在第三道的时候断除；对于有漏、无明漏呢，是在第四道阿拉汉道的时候断除。因此，我们把证悟涅槃之道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戒习了，就是增上戒学。阿提西拉西卡定什玛迪是增上心学，阿提吉德西卡跟慧班亚是增上慧学，阿提班亚西卡那对于这三种增上三学，我们应当要如何来修行？在中部的转持经，或者在长部的十上经等等，就讲到了修行的七种次第及七种清净。这七种清净呢，就是戒清净，第二是心清净，第三是见清净，第四是度已清净，第五是道非道自见清净，第六是行道自见清净，第七是自见清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作为禅修宝典的清净道论的清净是指什么清净？其实也是在讲这七种清净，其中的戒清净属于戒学，心清净属于增上心学，也是属于定学的，而见清净、度已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跟自见清净属于慧学。因此七清净也是指三学。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培育这七种清净呢？或者说我们应当要如何来理解七清净跟解脱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说这七种清净是围绕着慧学来讲的，它是特重于慧学。例如我们讲到戒定慧三学，其中戒清净只是一种清净，心清净也只是一种清净，而五种清净是属于慧。因此讲到七清净，它是侧重于修慧的。应当如何来修习呢？在清净道论第二册的第431节里面这样讲到，应如何修习呢？在此以运、处、戒、根、地、缘起等各种法为此观慧之地。戒清净及心清净这两种清净为慧根，见清净、度已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和知见清净这五种清净为慧体，所以应以学习、辩论和熟知作为慧地的诸法，在成就了作为慧根的两种清净之后，应努力修习作为慧体的五种清净。
就是《金刚道论》讲到应当如何修慧 的答案。在此以运处界根地缘起等各种法为慧之地，观慧之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观智的所缘，观智所观照的目标，观智所建立的基础。因为任何的心都必须得要有对象，有所缘，而观智是一种很强的心，它也必须得有明确的所缘，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去观照。就正如说，如果我们要杀敌，我们要有对象，有敌人对象，不是漫无目的的开枪。那到底什么是观智的目标呢？观智所观照的对象呢，即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圣地跟缘起等等这些法。那对于在这七种清净当中，戒清净跟心清净这两种清净为慧的根，也就是说作为培育智慧的根，有了根之后，才能谈到见清净、度缘清净、道会道之清净、行道之间清净和自见清净这五种清净。这五种清净就好像是智慧本身，例如一棵树的树干，包括树叶一样。唯有透过自见清净，才能够结出涅槃或者出世间之果。所以应当以学习辩论的熟知作为慧地的诸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阿毗达摩，其实还是以各种方式来讲五蕴啊，讲十二处，讲十八界啊，讲根啊，讲地啊，讲缘起啊。我们透过学习，透过辩论，就是不懂得就询问熟知的作为慧地的这些诸法，这样的话我们修观才不会无敌放矢。然后呢，应努力在成就的作为慧根的两种清净之后，先培养，先持戒清净，然后再培养定力，这样来应努力的修习作为慧体的五种清净，再培育见清净等这五种清净。因此，在这七种清净当中，如果围绕着慧来说呢，戒清净跟心清净属于慧根，南亚摩拉。也就是说智慧生长的所扎的根。如果一个人持戒越清净，定力越强，就犹如一棵树，它扎的根越深，这棵树生长就越稳一样。如果一个人不持戒，一个人又没有定力，那么他就好像芦苇或者墙头长的草一样，风一吹即使它长的树干或者这棵植物的干跟叶子好像很茂盛一样，但是它很脆弱，甚至说越大越危险，因为根太浅。同样的，我们修行也是，如果根扎得越深越稳固，对我们修观就越强越有保障。那见清净、度于清净、道非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和自界清净，这个称为慧体般若萨利拉。萨利拉就是身体的意思，也就是作为慧的本身。例如一棵树的树干跟枝叶一样，这个是代表树，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棵树，但是下面扎的就是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讲七清净的修行方法。对于七清净中第一种清净是戒清净。那到底什么是戒清净呢？戒清净即是四种变境界。这四种变境界就是玛利摩克、萨摩拉、西拉。第二根律仪、因德亚、萨瓦拉、西拉。第三活命变境界、阿吉瓦、巴利、比苏迪、西拉。第四知具依止界、巴加、三尼西德、
西拉。这里讲到的巴里莫克，他的意思就是护解脱。如果一个善男子出家之后，透过很好的保护，保护这些学处，保护这种戒，他将能够解脱恶趣之苦，所以称为护解脱。巴蒂莫卡蒂就是保护解脱，称为护解脱。律于戒就是也可以称为防护的意思。这是指作为一个出家众啊，一个比丘、比丘尼或比丘尼，他应该守护的巴提摩卡律仪戒或者波罗提木叉戒。第二是根律仪因德亚萨瓦拉西拉，这是指以正念来防护六根。当眼见到色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防护眼根，他的心将会被贪忧等所侵漏。由于他防护了眼根律仪啊，那这样他就能够成就这种根律仪。对于耳鼻舌身意也是这么样。对于活命变境界呢，就是作为一位比丘啊和一位比丘尼或者比丘尼，他们应当要如法的获得生活必需品啊，例如袈裟啊、钵食啊、住所啊、药品啊等。对于资具依止戒呢，就是当一位比丘在使用袈裟、钵食、住所跟药物的时候，他必须得经过如理的省思。由于透过如理的省思，那么他使用这些资具、这些生活必需品将是没有过失的。当一位出家众如果完全的守护这四种变境界，那么这个是他的戒清净。而对于一位在家人来说呢，他的戒清净就是至少必须得要持五戒，持的清净。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应当要持守八戒，巴利摩卡乌波萨特八戒。那有了戒清净为基础呢，他就应该在修定。对于修定来说呢，那什么是定？定其实也称为增上心学，而且在八圣道里面呢，定是属于最后一个圣道之，即正定。那佛陀是怎么样定义正定的呢？佛陀说，当他舍离此作为心的随烦恼，使会累弱的五盖，离诸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色，离生喜乐，成就并助以粗禅。寻思即止，内洁净，心专一性，无寻无思，定生喜乐，成就并助以第二禅。离喜助于始，念与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者们所说的，舍俱念乐住，成就并助以第三禅。舍断乐与舍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成就并助以第四禅。这就是佛陀在诸圣典当中对正定或者对增上心学或者对定的定义。那也就是说，佛陀说到了有四种禅那，其中初禅是有寻有事的离生喜乐定，对于第二禅呢是无寻无事的定生喜乐定，对第三禅呢是离喜的离喜妙乐定，对于第四禅呢是舍念清净定。那这是属于第四禅。这四种禅呢，它是依禅支来分的。初禅是有寻有事，由于远离了五盖，远离了心的随烦恼和生的喜跟乐，再加上定一静心，这五种禅支构成的初禅。由于已经舍断了寻跟事，而没有寻跟事，由于内心的定而产生了喜与乐，这是第二禅。再加上心专一性，就是心一精性。由于第三禅又舍了喜，喜禅之注意舍，这里是中舍净的舍，记住念以正知，以身，这里身是名身受乐。那他注意没有喜的妙乐的定，
所以称为有乐已心性的第三禅，连乐也舍断了，那除以不苦不乐的乐受舍念清净，那这个是属于只有舍与一境性这两种禅之的第四禅。而对于八种定来说呢，从禅之上来分，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呢，由于它也只有舍跟一境性两种禅之，所以还也包括在第四禅之中。因此佛陀在讲正定的时候呢，他是指这四种禅那。如果一个人想要培养定力，他要修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再讲到简单的讲讲应当如何来去修定，或者说修定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方法来修定。我们可以透过培养止来修定。那修定呢，定的这个阶段在清净道论，或者说在七种清净里面也称为心清净。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这么样定义心清净，讲到吉达比苏提那么萨乌巴扎拉阿特萨玛巴蒂，萨玛巴蒂有称为心清净，是指包括静行定的八种定。这里的静行定呢，它是指欲界的定，而安止定呢又称为禅那、扎那，它包括了八种定。这八种定呢有四界的，有四种禅那，这四界的禅那，还有四种是无四界的定，即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那当一个禅修者培养了这些定力，那这个称为是他的心清净。应当如何来培养这些定力呢？想要培养定力，他必须得修止。那到底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讲到的止观、止观、止是什么意思？止在法机论注，或者说在无碍解道的注里面，他就讲到了，那叫尼卡达咩萨曼迪的萨玛托，它是以萨曼迪，萨曼迪的意思就是止息，让它平静下来，自称为止。所以令诸敌对法止息为止，就是让种种的烦恼，特别是指五盖，这些是禅那的敌对法，把叫尼卡达咩。让它平静止息下来，称为止。所以止即是令诸称为敌对法的诸盖止息，使心处以平静专一，没有烦恼，没有杂染，安宁的状态，也就是培育定力的禅修乐处。如果一个禅修者想要培养定力，想要证得禅那，他就必须得要修止。而要修止呢，他必须得要有特定的目标、特定的所缘。因此修定呢，就应当先选择一种特定的业处。对业处，那什么是业处呢？业处是巴利语 gammatthana 的直译。甘玛是工作，或者又称为业，造业的业。甘玛他呢是地方、处所、场所，工作的地方称为业处。那也就是说，我们心所专注的所缘，我们心所专注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心工作的地方。如果心没有了工作的地方，它就会到处飘移飘荡。那所以我们透过心专注特定的所缘来培养止，就是令诸敌对法止息而达到定。业处在
在上座部佛教的传统里面啊，有教导跟总结为四十种，称为四十种业处，即十变、十不净、十随念、四犯住、四无色、一差别跟一想。这里的十变呢，它是指透过专注于特定的物质的颜色或者执材，而让这些扩到一切处成就的定力。十变即地变、水变、火变、风变、青变、红变、黄变、白变、光明变跟限定虚空变。地水火风变这里并不是从圣意地上来说的，这里的就是说是属于物质执材方面的。我们说到的地是指大地的地，这里讲的地。水呢就是流动的水，湖水啊、井水啊、河水啊等等都可以。火呢就是燃烧的火，风就是吹来的风、刮风的风。那青就是青的颜色啊、也就是说包括了绿色啊、包括了褐色等等，红色或者古代有称为赤变，其实就红变，黄变就黄色跟白变。青红黄白就是透过专注物质的颜色来成就的定力。那光明变就是透过专注光明，例如说太阳光啊、月亮光啊、蜡烛光啊、火光啊等，透过专注光明而让光明变一切处来成就的定力。而限定虚空变呢，是透过专注特定的虚空，而不是所有一切的虚空，透过专注特定的虚空之后再把它扩到一切处成就的定力，这是限定虚空变。还有十种不净，十种不净是透过去专注一个外在的死尸腐烂的十个过程来成就的定力。这十种不净是属于尸体腐烂的十种不同的相，即肿胀相、青鱼相、浓烂相、断坏相、食残相、散烂相、斩浊离散相、血毒相、虫聚相跟海骨相。它有十种随念，随念是 anusati， 就是透过心时时的意念而成就或培育的定力。这十种随念即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史随念、天随念。这前面的六种随念呢，也称为六随念。再加上死随念、生智念、入出息念跟寂止随念。佛随念、法随念跟僧随念，是一位佛弟子透过意念佛法僧三宝的功德而成就的。戒随念是透过意念自己的戒行清净而培养的定力。舍随念呢，这里的舍是施舍的是加嘎加嘎努萨蒂，就是如果一位佛弟子他随念自己布施的功德，他经常布施、欢喜的布施，这样他可透过这样随念来培养定力。天随念就是透过以诸天人的种种的功德，他的善德，就是诸天人由于他们过去曾经修习了信、戒、闻、识、慧这些功德，现在这些功德我也拥有，所以他透过意念自己的功德，借助天为借鉴而意念自己的功德，就称为天随念。舍随念就是意念随念着死亡的必然性跟生命的脆弱性、不确定性而成就的。生之念呢，又称为厌恶作意，它包括对三十二种身体的部分的思维，我们称为三十二身分。入出息念就是透过专注于呼吸，把念沉入于呼吸来成就定力的这种业处。寂止随念 Upasamanusati， 这里的寂止是特指涅槃，也就是当一位
禅修者特指圣旨，他意念之涅槃的寂静的时候，他将能够透过这种而成就定力。这就是四梵住。四梵住又称为四种无量心及慈悲喜舍，透过修习慈悲喜舍而达到清净之住、圣洁之住，就称为梵住。然后四种无色，四种无色就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这四种无色定称为无色。一差别是色界差别，也就是透过确定辨识，以此身中的地水火风四界成为色界差别。还有一想是实厌恶想，就是透过去注意食的厌恶、食的不净，来去离贪的这种想。那这四十种业处，它都是依所缘来分，就是依目标来分，它并不是依正德的定的层次来分的。如果依照定正德定的层次来分的，它是可以分为进行定，然后四种色界定及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或者论教法里面的五禅，就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第五禅。然后呢，就四无色即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但是呢，在这里，它是以专注的目标，就是培养定力所专注的目标来分的，所以分为四十种。那在这里呢，四种无色，从禅之上来分，它还是属于第四禅。但是由于一个人要成就初恶三禅、初恶三四禅，他可以透过专注于十遍，例如说专注于地遍、水遍、火遍、风遍，他可以通过专注任何一遍而证得初恶三四禅。例如他透过专注地遍，修习地遍来证得初恶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么初恶三四禅的这种所缘，它的目标还是不是一样？还是一样，是不是都是以地的变相？但一旦他想要培养四种无色界定的话，他可不可以继续透过专注地遍而证得空无边处定呢？能不能？啊？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能。因为空无边处定就是无边的虚空，它的所缘已经要更换了。如果它仍然是专注以地的变相的话，那么地的变相还是色界，还是色法的概念。它专注以色法的概念，它能不能够证得无色界定呢？是不可能的。因为透过专注色法所构成的、所假合的概念，只能证得色界的刹那。所以它必须得去除色的概念、色的变相，而专注于无边的虚空，专注无边虚空这种概念而证得无色界定。对实无边处定是专注于无边的心，对无所有处定是专注于空无边处定心的没有，透过专注非想非非想，透过专注无所有处定的定心的微细殊胜而证得非想非非想处定。所以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想处定这四种定，它还是依照对象、以所缘的不同来分的，而不是依境界来分。所以这里讲到的业处，它是特指心工作的目标、心专注的对象。那在这四十种业处当中，哪些业处可以证得禅那，哪些业处不能证得禅那？在证得禅那的业处当中，哪些可以证得什么禅那？我们在这里再去分别一下，研究一下这些定。在清净道论里面这样讲到，除了生智念和入出息念以外的其余八种随念，也就是在十种随念当中，除了生智念跟入出息念之外，其他的佛随念、法随念等等这八种随念，还有实厌想、世界差别这十种业处为进行导入，就是能够导入使心导入以进行定的，其他的为
安止导入，就是可以证得安止定的。因此有十种能够只能够证得进行定的禅修业入，即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死随念、寂止随念，这八种随念再加四界差别跟实验录想，一共这十种业处只能证得进行定。进行定属于什么定？欲界的定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取佛陀的功德为目标的时候，或者取法的功德或注意死的时候呢，他取这些为目标，不能够升起广大的塑心，只能够欲界的塑心，也就是他的那种心路过程最多只能够是属于欲界的七个塑心而已。那剩下的业处三十种业处称为安止业处，即十遍十不净、生智念、入出心念、四梵住、四无四界定，这三十种禅修业处可以证得禅那，也就是可以证得安止定，可以令广大心升起。那在这些业处当中，对于安止导入，在此入出心念以及十遍属于四种禅那，生智念以及十不净属于初禅，前面三种梵住为三种禅那，第四梵住及四种无色属于第四禅，这是一禅那的分别。也就是说，透过专注十遍，地遍、水遍、火遍、风遍、清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遍、心地七空遍这十种遍，以及入出息念这十一种业处，我们去修行这十一种业处，分别可以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如果一个人修行十不净，也就是总障想、轻余想、浓烂想、断化想、时常想、散乱想、斩着离散想、写图想、重聚想、骸骨想这十种不净，再加修行三十二身分，可以证得初禅。由于他们涉及很强的寻，所以不能证得初禅以上的定。慈悲喜这三种梵住依次可以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而对于舍梵住跟四种无色，他能证得对他只是第四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证得舍无量心、舍梵住的话呢，他必须得先修习慈悲喜，以喜的初二三禅要直接证入舍无量心。而对于修四种无色呢，他应当取十遍当中前面九种遍，即清即地遍、水遍、火遍、风遍、清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遍这九种遍，来达到了第四禅之后呢，再透过去除变相的方法来成就四种无色界定。所以舍梵住跟四无色界定这五种业处呢，它只属于第四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禅那的禅修者呢，这五种定力是不能够直接修的。禅修者培养了定力之后呢，他应当再继续在这定力的基础上去修观。那对于观，到底什么叫做观呢？在《诸经论注》里面这样说：阿尼扎帝瓦塞那维维提那阿嘎雷那巴萨迪利维巴森那，观的巴利就叫维巴森那。维巴森那古代也翻译成毗婆室那或者毗波室那。直接翻译 Vipassana。 那到底什么是 Vipassana 呢？它是取 Vip 再加 Basati 是动词的 Basati 名词 Basana， Vip 再加 Basati 不同的看称为观，即以无常等不同的形象观照为观。观即
即是观照诸名色法，就是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以及培育智慧的禅修业处。那讲到要修观，在方法上，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来修观。三种方法就是透过观诸行法、诸名色法的三相，就是三种本质来修三种观，即我们应该观照无常相来修习无常水观，阿尼扎拉卡呢来修习无常水观，阿尼扎努玛什那。第二是苦水观，卢克拉卡呢来修苦水观，卢卡卢卡努玛什那。跟以无我相，就是观照诸行法的无我相，阿那达拉卡那来修无我水观，阿那达努玛什那。也就是我们所观的，就是以阿弥陀的瓦塞那维维提那阿伽雷那巴萨提的巴萨维巴萨那，就是透过无常、苦、无我等种种的形象来去观照诸行法，就称为观。那对于修观来说呢，我们仍然还必须得要有基础。那修观的基础是什么？修观的基础又称为慧根，即戒清净跟心清净。拥有了修观的基础之后，我们还要找到修观的所缘。就例如说，一个人你拥有了精良的武器之后，你还必须得杀敌，杀敌你还要认准敌人啊，这个才是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武器再精良都没有用。那修观的所缘又称为慧谛，它即是五取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圣地、十二支缘起。或者我们把这所有这些都进行总结，即观业处只有两种，即色业处跟名业处，罗巴噶玛塔呢跟名业处，那罗噶玛塔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观照的都离不开名色法而已。例如五取蕴，色取蕴属于什么？属于色业处。受想行识属于名业处。在这十二处当中，色受想行在这十二处当中，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跟一部分的法所缘属于色业处，意处跟一部分的法所缘属于名处。对十八界也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一部分的法界，然后这些是属于色业处，然后意界一部分的法界，还有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是属于名业处。对二十二根也是，如果念根、性根、清净根性根、清净根、念根、定根、慧根啊、具足根、当知根，这些还有讲到明命根、苦根、忧根、苦根、忧根、乐根、乐根、舍根，这些是属于名业处。而讲到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女性根、男性根、色命根，这些都是属于色业处。对色圣地来说呢，苦圣地的是属于也是还是属于名色法。苦集圣地，苦集圣地是指苦的原因，它还是指名色法。而对于苦灭圣地，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观照的目标。对于世间的道圣地呢，它还是属于民法。十二支缘起呢，无名、行、识、名色和六处等等这些，例如说无名、行，这些都是名业处；识也是名业处；名色就包括名跟色，然后六处又包括了名跟色，畜、兽、爱、取、有，这些都是属于名业处。所以这样的话，十二支缘起其实还是属于名色法，包括这名色法。即使我们说观到了过去式，过去式还是一堆名色法，那只是属于过去的名色法。因此观分为再复杂，它所观的目标只是两类，即色业、色跟名。观照色法我们称为色业处，观照名法称为名业处。因此在修观的时候，观的色业处是指二十八色，即
眼处门有五十四种色法，耳处门五十四种色法，鼻处门五十四种色法，舌处门五十四种色法，身处门四十四种色法，心所一处有五十四种色法，这些所组合它其实还离不开二十八种色法。对于明业处来说呢，从五蕴上来说，它包括了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跟识取蕴。如果从心与心所来说呢，受取蕴它是指受一种受一心所来说，一种受心所，想是指想心所，行是指其他的五十种心所，而识取蕴呢，它是指除了世间除了出世间心之外的其他的世间心。而在心明灭处的时候，它是透过六门心路过程来观的，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程跟身门心路过程。对于意门心路过程来说呢，如果一个拥有禅那的禅修者，他还必须得在观照禅那的心路过程。如果一个禅修者在修观的时候，他甚至要还要观照修观的观速行的心路过程。也就是如果在修色业处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六处门的色法来观，如果修明业处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六门心路过程的方法来观，也可以透过四种明蕴的方法来观。那在这里呢，如果对于修观来说呢，它观照的还是明色法以及明色法之因。明色法又称为五取蕴，这属于什么？这属于苦圣地 Lokaliya Sajja。 而观照明色法之因，这属于缘起，这是属于难圣地，这是属于苦集圣地 Lokasamudaya Aliya Sajja。 这些即是修观观智的所缘。也就是在四圣地里面，如果我们只是观照明色法，这属于苦观照苦圣地，我们透过来修习苦圣地；而观照明色法之因，我们是透过缘起来修苦集圣地。因此观智的所缘其实还是属于修习苦圣地跟苦集圣地。这种修行的方法本身属于导致苦灭之道圣地，而最终证得的苦的完全灭尽断除，这是属于苦灭圣地。那对于修观来说呢，应当如何来观照明色法以及明色法之因呢？佛陀在《无我相》经等很多的经典里面字面讲到，因此诸比丘，凡所有的色，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略胜还是远近，应当如此以正慧如实观察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我。对于受想诸行时也是如此。因此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对于五取蕴应当用十一种观法来修观。也就是对于五取蕴的每一种蕴，我们应当用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略胜眼镜这十一种观法来观。例如说对于色法，我们应该观过去已经灭尽的色法，现在正在灭的色法，未来也将会灭的色法，内在对自身相续的色法，外在的其他无蕴生的色法，以及没有生命的那些色法，对粗的色法，例如说由于低劣的、由于不善心升起的色法，或者由于粗的果报心升起的色法，跟细的，就是那些粗的色跟细的是十六种微细色，属于细的色，其他的属于粗的色。对于劣的、胜的，也就是如果是不善果报的属于劣的，善果报属于胜的，或者说不善心升起的色属于劣的，善心升起的色属于胜的，远的、近的等等，这些方法来修观。对于受想行识也是这么样。
那在修观方面呢，修观它必须得要有一定的次第，这种修观的次第本身就是修观，就是慧的本身，所以称为慧体。那修观的进展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戒精进跟心精进之后呢，他应当培养见精进。见精进就是在十六种观智当中，它属于名色识别智。如果一个人想要培育见精进，在十二比达摩议论里面就讲到，见精进是以特相作用现起静音来辨识名色法，由于透过相位现起足处，就是静音来辨识名色法，这种观智称为名色辨别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修色业处跟名业处。由于见精进能够使一个禅修者暂时的去正服邪见，他已经不会再相信有永恒的我，而称为见清净。透过辨识所谓的人只是在因缘和合之下升起的名色法而已，它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在这一堆名色法之后并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存在。那如果一个禅修者达到这个阶段，他就称为见清净。见清净由于他透过辨识名法跟色法他们的各自的相位现起处处，所以他所看到的是属于我们称为自性相萨拉卡纳，或者称为萨巴拉卡纳。而当一位禅修者在见清净的基础上，他应当继续在修度已清净。度已清净就是由于他辨识了名色法的缘，透过因果法则的方法而去除对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名色法诸缘的迷惑，所以称为度已清净。由于他已经度脱了种种的三世的疑惑，因果的疑惑，而透过他把握名色法的缘来成就的智，所以这个时候他所辨识的名色法是属于取它的缘，所以称为缘相。那当一位禅修者已经在培养了见精进跟度已清净这样的基础上，再继续培育观智，在严格的情况上来说呢，唯有在这个阶段才成为真正的观智。因为之前在见精进跟度已清净的阶段，他还不是观照名色法的无常苦我，他只是先尝试去见到究竟色法、究竟名法跟他们的因，然后从思维智的阶段才开始去观照名色法以及名色法之因的无常苦我。因此在严格的程度，严格的阶段来说呢，这个从思维智开始才算是真正的观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应该透过三世内外五蕴十二处等等的方法来去修观。他如此辨识三谛，就是种种的刑法以及他们的缘，把它归纳为过去啊、现在、未来、内在、外在，运啊、处啊、界等等方法，这个称为思维智。随后，他在依照事，就是三事、相续、刹那等等，以思维智的方法来观照他们的三相，即因为坏灭而为无常，因为一直受到坏灭的逼迫而可畏故为苦，因为没有成为我的实质或者本质而为无我。那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称为思维智。然后呢，他再以缘生灭跟刹那生灭来观照诸行法的生灭，就称为生灭随观智，或称为生灭智。在生灭随观智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呢，一位禅修者
将会升起光明啊、喜啊、清安啊、圣洁啊、策力啊、乐啊、智念啊、舍跟欲等等这十种称为观之染。如果在这个阶段他认为说他已经证悟了，他已经证悟涅槃了，他将会进入非道而停止了修行。而如果他知道这些只是属于观，就修观的副产品，或者说修观的随烦恼，他越过了这个阶段，他继续在修观，这个真为他了解了这些光明等观之染为修观进展的障碍，他分辨了道跟非道，而这种智称为道非道之间清净。由于这个阶段他修的是生灭相，他观的是生灭相，就是诸行法的生灭相，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阶段的观智的所缘。之后他继续在以言生灭跟刹那生灭再继续培养观智，等到他的观智进一步成熟的时候，他将不用再继续去观照诸行法的生灭，而只是观照他的坏灭。这个时候他进入了坏灭随观智，然后当他持续的在修观，不为现起智、过患随观智、厌离随观智、欲解脱智、审查智、行识智这些依次，他的观智将能够成熟。由于从坏灭随观智一直到随顺智都是观诸行法的坏灭，所以这个时候他观的是诸行法的坏灭相。在这个阶段我们称为行道智见清净。到了自见清净呢，这就是称为证悟涅槃。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自见清净是指道智，玛格尼亚那，道智是指能断除烦恼或者减轻烦恼的出世间善心。在一个禅修者修止观，培养定力跟慧的整个过程当中，唯有其中有一种智慧称为道智，才能断除烦恼，其他的任何智都不能断烦恼，只能正服烦恼。道智是属于出世间智、出世间心。道智一共有四种，即入流道、一来道、不来道跟阿拉汉道。其中的入流道、不来道跟阿拉汉道能够断除相应的烦恼，而一来道它只能够减轻贪嗔痴，而不能断除任何的烦恼。当一位禅修者在证得了道智之后，紧接着升起了相应的果智帕拉尼亚那。这种果智呢，即是体验由道心带来的解脱的出世间果报心。断除烦恼跟证悟圣果分为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皆分为两个阶段，即道心与果心，所以一共有八种出世间心。那这四种圣道与四种圣果，它所取的目标都是涅槃，所以他们的所缘是涅槃相。当一位禅修者在证得了涅槃的时候，依照他所观照的三种方式证得了涅槃，我们称为三门。当一位禅修者在观诸行法为无我的时候，他证得了涅槃，他进入涅槃称为空门，这个时候他称为空解脱，所以得为摩诃，为摩诃。当他观照无常的时候，证得了涅槃，这个称为依无相门而证得涅槃，他所证得的解脱属于无相解脱，安尼米得为摩诃。如果一位禅修者在观照诸行法为苦的时候证悟涅槃，他是依无愿门而证的进入涅槃的，所以他的解脱是属于无愿解脱，阿般尼希德维摩克。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七种清净的简单的修行方法。这七种清净其中的
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与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跟行道之见清净，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行道、世间的修行，而自见清净呢，它才是属于出世间的修行。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证得出世间、出世间法，想要证悟涅槃，他必须得要先经过世间的行道，即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与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和行道之见清净，而由行道之见清净里面的行识智这个阶段，再继续修观，观照诸行法的幻灭，观照它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那在道德道初期的心路过程里面，将有一个一门转向心升起，然后呢边做进行随顺，随顺之属于随顺之，种性属于种性之，然后紧接着升起一个道智，这个道智只升起一刹那就断除相应的烦恼，然后紧接着升起的是一个果心，能够进入能够升起果心的这一种人，他成为圣子。也就是说，唯有圣子他才能够入果定，他取涅槃为目标。也就是说，出世间法是属于圣子能够取到的，他能够升起的。对于凡夫来说呢，他只能够依世间的行道，而不能够体验，不能够觉知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圣子的专利。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简单的简单扼要的讲应当如何来去培育戒定慧，培育止观，证悟涅槃的方法。那到此呢，我们可以说把整个阿毗达摩都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对阿毗达摩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阿毗达摩是从什么入门的，是从概念法入门的。因为概念法它涉及到的是在我们持戒跟修定的时候，多数持戒跟修定的时候，特别是持戒，它纯粹几乎都是概念法为所言。在修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修定，特别是培养色界的禅那的时候，它都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是不是？之后呢再讲到了色法、心所法、心法，而心法跟心所法它是以聚的方式出现的，以它的运作是以心路过程的方式运作的。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世间，就是属于苦圣地的范畴，也就是明色法，它其实就是五蕴，是属于苦圣地的范畴。然后我们又在讲到了离心路过程舍身的运作，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有造业。为什么造业？因为有烦恼。所以从广义上来说呢，缘起就是苦集圣地。从更精准来说呢，唯有爱，当它爱才是属于苦集圣地。那当我们在讲到业啊，在讲到离心路过程啊，在讲到离心过程的死生，就是它的运作，讲到缘起的时候，这个是属于苦的升起或者生命之因。那我们刚才简单的介绍的涅槃，这是属于什么圣地？苦灭圣地。然后我们在讲到了应当如何来证悟涅槃，这是属于什么圣地？这是属于苦导致苦灭之道圣地。所以整个阿毗达摩它都是围绕着禅修，围绕着导向灭苦。也就是正如佛陀所说的，佛陀为什么称为如来？因为他证悟了四圣地故，所以称为如来。也因为佛陀证悟了四圣地，所以他称为圣子。一切的禅修者，无论是人无论是天，只要他证悟了四圣地，所以称为圣子。所以这些地就是真理，真实不虚的真理，是一个人一旦证得了圣地，他将成为圣子。又由于这些只是由于佛陀称为圣子的佛陀所宣说所说出来的，所以又称为圣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可以把阿毗达摩
简单的总结，其实讲来讲去还是离不开佛陀教法的核心，什么四圣谛。那好，我们今天讲阿毗达摩就到此圆满结束了。那下面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做回向啊。伊达弥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霍都，伊达弥布娘，尼巴那瑟。Bac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pa satanang Bhajemi Deisape me samang Bunya bhagang Lap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